上次讲到损幽马超，国举国后，王佐。好，就这样。主训到哪里了？是这里是分层还是卡？而且你也没有相对应的资源可以上。要不是说可以换那个位置吗？算了吧。建斗线比较实在。末将定当身先士卒，镇主公。末将定当身先士卒，镇主公雄风。末将定当身先士卒。哎，我应该给你看一下你当即所生的东西是什么，这样是比较合理的。可出破军，大获全胜。可能吧。末将定当部署使命。是，我是觉得是这样没错。好，这个就是我今天生的东西。前军出击，不得有误。我现在有一个特权系统，